大家好，我是依依。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介绍我手中的这一款由娜塔莎即将发布的全竹智能无线吉他。据了解，它具有创新性、酷炫轻便的特点，是一款集智能科技与音乐艺术于一身的革命性产品。它很轻，而且外观大气简约，很符合我的审美，并且它的重量只有 3.8 斤，整支吉他采用竹子作为主要材质。如今物价不断上涨，而传统的吉他材料90%以上都要依赖进口，所以成本对中国吉他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而竹子是我国盛产的材料，并且它的声学性能一点都不亚于西方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它是东方独有的。这款全竹智能吉他将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步发售，也是我们要向世界输出中国吉他制造的一个非常独有的标签。我们可以看到外观以及做工诚意满满，抱持感以及手感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采用高精度 CNC 机器数字化标准雕琢生产，出场前距非常的舒服，无论是弹唱还是 solo 都满足专业乐手的需求，而且它可以拆解安装，方便携带，满足初学者及进阶者各种练习场景需求。那我还要和大家重点介绍这套由 Natasha 和德国声学联合开发的 APP 智能无线声学拾音系统。它搭载了 Natasha 和 Double 联合开发的 iMax 架构 N1 芯片，搭载 AI 智能算法，使它的声音处理技术达到了 HiFi 级采样率及精度。内置1865型3000毫安充电电池，充电5小时，使用30个小时。它是把整套系统嵌入在吉他主体背面，设计得非常的精妙。它的操控面板设计很简约，左边这个屏幕是 LED 调音表，内置12频均率，调音算法兼容多种特殊调弦方式。调音表旁边有2个操控旋钮，分别是音量大小和效果浓度调节旋钮。音量钮下面的指示灯分别是指弹、弹唱、扫弦、solo 4组我们常用的原声 IR 箱型模拟技术音色预设。效果旋钮下方的指示灯分别是混响、合唱、延迟、失真的效果开关。那它啥将会配套使用教程视频，方便大家了解学习。如果你还想体验更多的玩法，你可以下载 Natasha 智能操控 APP， 可以实现更专业的调节，包含自定义 EQ 以及效果器模块。后续的使用中，你只需要更新软件固件，就可以获得更多音效玩法，比如挖音、镶边、过载、压缩等数字单块效果音色。它还有节拍器、鼓机、loop、无线叠录等功能，还配套耳麦及 OTG 充电内录直播功能。它将成为你的音乐学习、创作记录、表演的得力助手。拾音系统还配备了一套无线传输系统，它具备50米距离无障碍传输性能，30米是高质量传输，延迟低至3毫秒，能够胜任中大型演出，在平时的使用中也能带来很愉快的体验。体验感受，我个人非常喜欢 Natasha 全竹智能吉他，不论是它的外观设计、做工，还是音色品质、 APP 功能都非常出色，让我在演奏和练习创作中获得了更好的体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方便携带又能够满足日常练习以及演出的吉他，那我强烈推荐你使用 Natasha 全竹智能无线吉他。